而家市面都有一啲可重用口罩，自由黨黨魁鍾國斌生產嘅呢一款防菌布口罩可以洗60次。星之子陳奕希亦都研發咗光觸媒可重用口罩，可以換內心。佢哋都話政府冇揾佢哋幫手整口罩。究竟派嘅口罩係點設計，又會點樣派？創科局話今年2月防疫抗疫基金有8億係用嚟資助研發同埋生產可重用口罩，目標係俾每個市民都有一個。籌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，詳情會盡快公布。市民普遍歡迎，但係覺得嚟得太遲。應該早一兩個月就要派啦，最有需要嘅時候，大家好彷徨揾唔到嘅時候，就反而冇咯。亦都有人想問，我會比較擔心，如果布口罩會焗啦，同埋冇防菌功效咯，最主要。最主要多啲小朋友口罩啦，係咯。大人就依家大人啲口罩咧，就依家都有得買，係咯。小朋友就好缺貨咯。至於限聚令同埋食肆措施，都係星期四屆滿，食肆老闆喺疫情期間跌咗40%生意，希望盡快放寬。措施一半人咯，係嘛？我以前日日都爆棚啊嘛，依家都冇乜客。最好係可以坐翻6-7個一台啦，坐翻6-7個一台啦，咁我生意就好翻，會好翻啲嘅。係，因為而家我啲夥計都要減下鐘啊。有餐廳話希望趕得切喺母親節之前放寬限聚令，等食客可以一家人坐埋一台慶祝。有線電視記者杜明國。